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云朵的小鱼儿。昨天我去美丽家花了38块买了这一盒马卡龙，原来以为有十几个，结果发现才5个，平均一个要7.6块，真是被坑死。那我现在尝尝看，7.6块一个的马卡龙到底好不好吃？我现在把它打开来。你看这个颜色挺好看的吧，我看这两个颜色差不多，那我就随便挑一个吃这个吧。你看这个长得很像汉堡，对不对？那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吧。这个好像是草莓味的吧，这个外面是硬的皮，里面是应该是软软的酱，这个应该也是草莓酱啊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不够吃，我一口就可以把它吃掉。我一口就可以把它吃掉。我要给爸爸吃一个。会选什么颜色？我就吃绿的吧，好吗？嗯。爷爷。这个应该是抹茶味吧，尝一尝。好啦，今天的马卡龙测评结束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回顾它了，味道一般，而且价格很贵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加评论哦。